大家好，今日是3月16号，是礼拜三。听日呢就是这个的联储局话加息会啦的消息啦。咁样市场会点反应呢？从各个行业板块的升跌来看，似乎市场是不怕美国加息。如果大家有听到我昨天所讲的，我都说我昨天讲得很轻佻，因为我认为市有望见底。